院长，啊，搞啥？院长，啊，你呢？啊，你今头早面看见咯？是啊，等下要开庭太太复开会，是院长胡林主持的。院长刚刚知影这件代志啊，奇怪，我头头靠有想的时阵，伊无讲是件代志啊。伊讲我是急诊室医生，我要去做证人，而且我听阿娇讲，对方要求咱赔偿伊2000万的赔偿金。 咱若是无要付，伊就要甲咱告较短啊！伊就，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？哪呢啊？我想嘛，讲过这个代志啊！啊，你等来。好。你讲啥话啊？我本来哦，差点要答应啊。听你讲完了后，我感觉你也做主事安尼。我甲你讲，2000万啊，2000万，我绝对袂让步。哎，你，你谁是？ 林先生，林先生，你敢要考虑一下，再过来讲啊。一定。其实恁太太有心脏病，也毋过你自头到尾拢无讲对吧？为什么电话里有在那边看这个记录？恁哪有这个资料？恁哪有迄个权限会当调病的个？ 病历是我调的，迄天林夫人伊手术时阵我嘛有伫，我对伊的死因已经好奇，敢若有问题，所以我就甲病历资料调出来。原来林夫人在心脏上心脏都有毛病，你莫甲伫遐骗人啦，参照你这款人吼，就是小贪。 我跟你讲哦，陈秀丽安尼恶意敲诈，我是会当告你的呢。林先生，不管你到底知影唔知，至少这个病历资料会当互你接受，这届医疗救援唔是你输唔对啊吼。所以关于后续处理，你可不可以等你考虑一下再过来讲？ 多谢你处理这份病历，替我解围。多谢。刘国廷伯，既然丁夫人伫咱的病院看见了记录，为什么你会将头的顶管完全嘛知影这件代志？啊，伫咧手术进行，替病人做健康咨询，敢讲丁夫人都无提起这件代志？爸，啊，这件代志咱敢用卖个对句吧？啊，对啦。 对啦，啊，无代志啊，吼，来来，咱爸，其实丁夫人的健康咨询根本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手术同意书哦，嘛是马太和丁夫人签的。